把这泥鳅哪来的？这个送来的。送这么多，这我自己逮到。对，去抓，他就会抓。喜欢抓鱼抓虾。这里面还有这个长的是黄鳝不？黄鳝。哎呦，跟小蛇一样，好吓人哦，看着。妈来，给你拿黄鳝来。我不拿。来，拿着。拿着，来，我不拿，拿着，快快快，拿，来，我不拿，不拿，你感受一下，俺不感受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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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拿，快点，拿，不拿，干嘛给吓的？我给你拿个泥鳅来，我给你拿小泥鳅。有腥味，没有腥味。有，快点！哎呦，这么吓人！而且更想吃。料的够了，料。吃的不香。对，吃了像不香不香，那个蟹多。是的，你看蛮蛮多蟹，这营养价值高。是吗？那我去把那个煮好，我给你刷。我刷完了，那刮点姜，弄点葱，那红辣椒、蒜。这都没难弄的，因为会弄的那可能好弄。那不是压的吗？你要弄吧，我修了吧。那有了。不费真好吃。妈来，你来。来，尝尝爸爸的泥鳅。尝一口。不好吃，我先把骨头吃。我尝尝哈。就把刺吃了。那刺不能吃吧？能吃。直接吃啥吃啊？别给掐了。叫谁的呀？这不来。你真把自己。你爸吃的很有味了。蛮好吃吧？好吃。